收看全球古典音乐坛，我是芳芳老师。那我又要为大家介绍第二位音乐家，他的名字叫做 Utar Artun， 他任教于伯克利音乐学院。他在演奏方面比较擅长于现代作品、爵士乐，还有他的作曲编曲也是非常的棒。他曾经为很多的电影制作和编曲。今天呢，我带来了一些他的一些现代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不同的音乐风格。好，让我们聆听他的演奏。